我珊珊，我是微微。今天我们来到内湖秘密景点钓鳌虾的秘密景点喽，我们要带大家来了鳕鱼香丝钓鳌虾喽。那我们 Let's go 吗 ？Let's go！ go!寻找内湖鳌虾的景点。我们钓完咯，肚子饿了，当然要来吃一下美食咯。在地人介绍的蚵仔之家美食咯，超好吃的，来试试看看里面有什么好料咯。进去了，哦。凤梨虾条，凉凉凉凉凉。超大盘的海鲜面，很好吃，好推荐哦。对啊，我们钓完了，所以要来吃一下，补充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今天没有钓到，对，超丰盛的，哇，它的海鲜，鹅啊，这鹅啊超大只，虽然内湖玩，一定要来吃，在内湖国中旁边哦。嗯，好吃。虽然我们今天钓鳌虾失败，但是我们今天有吃到美食哦。如果各位如果有发现，如果有秘密景点可以钓鳌虾的话呢，记得要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哦。觉得我们影片不错的话呢，记得在我们下面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下部影片见，再见。
是什么啊？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什么浮标啊？我不知道呢。还有钩子哦！哇，还有钓鱼竿呢！哇，超短的。再来是什么蓝蓝的东西？哦，这个是那个卷的哎，还有一个哎，前面有一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哎，嗯，怎么还有一个？有四个哎，再来开这个，这里面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小东西？还有这个。也是线的，哇，是这样卷的吗？应该是吧。超好的玩，超好玩，是这样。有鱼来，哦，有鱼哦，是这样吧？哇。再来要开什么呢？来看一下，再来开这个。木有。